半秒，挑战继续。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组选手，掌声有请风雪组合。我叫杨银峰。我叫冯雪花，我们是来自山西运城的风雪组合。你们俩是什么关系呢？我们是夫妻。对，我们在一起19年了。你看，猜出来了，结婚时间肯定长，要不然不能离那么远，站得近一点吧。两口子，我还以为是搭档呢。其实我们俩是从17岁。开始谈恋爱，因为我们是同学，但不是同班，因为他上学主修的是器乐，我呢上学的时候主修的是声乐，然后在我们学校组织的一场大型的文艺晚会的当中，我们俩认识的。对，当时我担任的和您一样是晚会的节目主持人。当然那是在我们学校，他呢当时表演的是一个器乐独奏，独奏的乐器是那个唢呐。对，就是一曲唢呐的小调吹开了你少女的心扉。对，是，的确是。所以今天也是跟我们晒幸福来了，对吧？而且今天我们这个主题特别契合你们，在你身边，对吧？这个陪伴是19年的。对对，我记得那是我们学校刚毕业，毕业以后踏入社会，我踏入社会我才发现社会上和我们在学校想象的完全不同。然后他当主持人，随便一个演出他必须有主持人还有歌手，像我是个乐手，但是这个晚会他可以不用乐手，但是必须要用主持人和歌手。这是当时我就没有演出，甚至我当时到什么程度，就可以说衣食住行都无法解决。但既然是那种情况，我的爱人他依然选择和我在一起，甚至和我结婚，我特别的感谢他。在这里我也说一声谢谢你选择了我，我爱你。所以你看，这就涉及到一个话题，就是选择专业和选择伴侣的重要性，对吧？好，那我觉得今天二位到这个台上，这个所有的这个过去的点点滴滴都是你们接下来表演的动力。 对， 对吧？对，但是其实现在是越来越幸福了。对，我现在有时候和他们一起合作在舞台上演出，偶尔也担当是在我们那儿一些培训班当一些器乐老师。我今天来我也带了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乐器。哦，好，那给我们展示展示，好吧？好嘞，好。这是什么呀？感觉是电锯啊，这是。这个叫做电子音乐数码管，简称电锯管。有点像那个，有点像黑管啊。哦，对对。啊、但是是电的，对吗？对。哦。它和它的音色是各种音色都会有吗？对对，它的不同之处就是一个乐器可以模拟演奏很多种不同乐器的不同音色。哦、来，那就接下来简单的给大家来展示几个音色。这是熏啊，有味道。女儿情，女儿情，女儿情，女儿情。他这个还真的挺好啊。接下来想给大家来一个差别更大一点的。哦。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二胡平时是拉的，今天大家来看一下吹奏出来的二胡音色是什么感受。二胡都能吹，也太能吹了你们。来。一曲《倩女幽魂》，吹开了黑山老妖的心。好，好，那接下来问题就来了，那这样一款产品在哪里可以买到？好，已经展示完毕，我觉得
这样一组选手，我觉得还是比较直给的啊，会什么，唱什么都来展示出来了。我们乐猜团成员可以猜一猜。好，来，各就各位，三、二、一。你下次给他就买张套票去，年票。青梅竹马，同学音乐，终成眷属，伉俪搭档，这就是票房保证。然而，这不代表，这不代表一定能挺过100秒。为了说出心中的感受，用了大量的排比。是，嘉明哥，感触很深，说出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请转身。请登上黄金大舞台。请准备，黄金100秒计时开始。多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多少人爱着，却好似分离；多少人笑着，却满含泪滴。谁知道我们该去向何处？谁明白生命已变为何物？是否找个理由继续苟活，或是展翅高飞？是愤怒，我该如何存在？嘟嘟嘟啦，耶耶！我该。挑战成功，祝贺二位，恭喜你们啊，成功了。我们也来看一下100秒钟的时间，200位观众多少人支持你们夫妻俩？122位，非常好啊。孟居元的黄金项链，知道你们很喜欢帆帆，我就把一帆风顺的标志的这个小项链送给你们。谢谢帆哥。好，来吧，马丁，请开始你的表演。V 二飞影，请升起。3、2、1，开始。哇！啊！哇哦！哇！还一个再看，珠穆朗玛峰。哦、oh。